不知道玩家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的生活让你没有时间玩游戏，打开主机却提不起兴致，坐在电脑前发呆，甚至感到电子阳痿，脑袋一片空白。而当我们还在苦恼该玩什么游戏的时候，世界首富却早已登顶游戏排行榜，成为了世界第一，他正是 Elon Musk。 Elon Musk Oh no, I'm Elon Musk。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伊隆马斯克作为拥有近3500亿美金净资产的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美国大选中全力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最终随着川普的胜选，马斯克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之一。更令人意外的是，川普还决定创立政府效率部，让他跟维维克联手改革政府体系。然而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位有着多家企业的创始人和董事对游戏怀有深厚的热情，他不仅是暗黑破坏神4的忠实玩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当前席卷产业的 DEI 觉醒文化。他最近甚至还表示将成立专门的游戏团队，以实现他让游戏再次伟大的愿景。那么马斯克对游戏产业究竟有着怎么样的独到见解？他的举措是否会彻底改变这个行业的格局呢？今天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伊隆马斯克最近成为世界第一的事情，同时也跟玩家们分享他对于游戏产业的一些看法。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哈基米马秀。伊隆马斯克这个名字对于玩家们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作为特斯拉、 SpaceX 等多家公司的创始人，他每天忙于发射火箭、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同时还收购了推特来捍卫言论自由，甚至亲自上平台跟玩家们互动，展现出他既亲切又接地气的一面。然而这些非凡成就背后，他的起步竟跟电子游戏息息相关。马斯克在南非长大，10岁的时候便对电子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游戏不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还激发了他学习电脑编程的动机。当时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台 Commodore VIC-20 的电脑，并全神贯注于电脑附带的 Basic 编程手册，熬夜钻研数天后，他在12岁时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Blastar 的游戏，甚至还以5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游戏的原始码，这也成为了促使他学习如何程式设计的原因。直到现在游戏都依然是他主要的娱乐活动。2016年，马斯克在一场讲座上谈到了人类是否生活在模拟世界中这一话题。他以40年前的简单游戏碰为例，对比如今的 3D 拟真游戏和虚拟现实技术，认为未来的游戏可能达到与现实无法区分的程度。他甚至幽默地表示，希望人生是一个模拟，因为如果不是，那可能意味着文明因某种灾难而终结，无法继续进步。这一言论引发了玩家们的调侃，所以无限金钱的作弊码是什么？如果人生是一场电子游戏，那么它肯定是一款 pay to win 的游戏。他曾经也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人生是一场电子游戏，那么画面很棒，但故事情节令人困惑，游戏教学太长了。而在2016年，马斯克创立了神经科技公司 Neuralink， 希望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从医疗领域入手，治疗脑神经相关疾病。而首位接受植入晶片的瘫痪人士29岁的 Nolan， 通过晶片解读脑波，让他能够用意念操作电脑下西洋棋、玩马里奥赛车和文明帝国。此外，马斯克透露 Neuralink 的远期目标是将大脑运动皮质的信号分流到脊椎受损的部位，让患者重新行走，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至今为止， Nolan 已经能够在 X 平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直播，而 Neuralink 也宣布将进一步探索辅助机械手臂的应用，强调这不仅是恢复数位自由，也是恢复人身自由的重要一步。公司现正积极招募更多测试者，朝实现这一愿景迈进。马斯克对游戏的热爱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他不仅时常在公共场合提到游戏，还经常向他人推荐自己喜欢的游戏。例如在2017年的一次访问中，他热情地向主持人推荐了暴雪的斗争特工和炉石战记，并与主持人及幕后的工作人员聊起了游戏相关的话题。某次在
在街头被狗仔撞见的时候，马斯克听说对方玩的是决胜时刻，便分享了自己对该系列的热爱，特别强调自己偏爱原版的决胜时刻。而最近他在一次跟川普的家人共同活动的时候，谈到自己为什么不玩英雄联盟，但川普的孙女问他是否玩 Fortnite 的时候，马斯克回应说自己没有玩这款游戏，但喜欢玩雷神之锤等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当被问到了英雄联盟的时候，他也幽默地回应道，如果他开始玩英雄联盟就会损害太空计划。这番话引来玩家们的共鸣，纷纷点头表示这款游戏的确太容易让人上瘾。此外，马斯克还因提到原主级别的游戏雷神之锤而赢得了老玩家的尊重，他甚至盛赞艾尔登法环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游戏，并笑称这款游戏就像是外星人设计的，对艾尔登法环的美术风格更是赞不绝口，认为这样的艺术成就十分罕见。目前马斯克是一位活跃的暗黑破坏神4玩家，并经常在 X 平台上进行实况，他的首场直播就吸引了将近百万观众。他不仅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游戏操作，像是使用100级德鲁伊角色速刷高难度副本，仅用8分钟便清空地下城的所有敌人。他还会一边刷副本一边跟观众分享公司运营的事情，甚至某次他刷副本的过程中还能听到他在跟别人的通话内容，提到了关于那时震惊全球的火箭回收这项创举的经过。对此也让玩家表示，这老兄在担任实况主的同时召开股东大会，这太疯狂了，我们都坐在这里看着世界首富玩暗黑破坏神，在他自己的平台上直播谈论移民到另一个星球的计划，真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然而马斯克对暗黑破坏神4也不是一味的赞美，他曾在新赛季更新时公开表达失望，指出暴雪在职业平衡上的问题，认为如果只有某些职业强大，其他职业的存在就显得毫无意义。他甚至还抱怨说，干脆去尝试玩天命2好了。马斯克在暗黑破坏神4中的活跃程度，让他在玩家社群中几乎成为了大神般的存在。他不仅频繁跟游戏的实况主组队挑战副本，甚至曾遇到玩家在游戏中直接送他两亿的金币。而马斯克也在美国大选的期间受邀参加了 Joe Rogan 的播客节目，作为最顶尖的播客节目主持人 Joe Rogan 正式在这个以深度对谈和高人气著称的节目中，他谈到了自己对游戏的热爱，特别是对高难度游戏的偏好，认为游戏不仅能够让人全神贯注，还能提供精神上的注意，并强调游戏对每个人都有这许多的潜在好处。令人意外的是，马斯克在节目中提到他已经是暗黑破坏神4全球排名前20的玩家，这一成就震惊了玩家社群。经过查证，他的确名列某第三方排行榜的第19名，这个排行榜是基于玩家投稿的深渊副本通关时间记录进行排名。深渊副本是游戏中的终局挑战，玩家需要在15分钟内清怪并击杀 boss， 成功通关则能获得稀有的强化装备材料。马斯克的通关成绩为2分钟45秒，这使得他成功进入排行榜的前20。但由于该排行榜并非官方统计，而是基于玩家自愿投稿的数据，因此媒体对马斯克全球前20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可能是在夸大其词。尽管如此，马斯克并未急于解释，反而选择以行动证明了实力。不久后，他亲自上传了一段实况影片，展示自己仅用1分钟52秒便通关了深渊副本，直接成为了该网站排行榜中最快速通的新纪录，打败了世界第一的1分钟59秒，成为了所谓的世界第一。这一创举震撼了玩家们，有人感叹马斯克到底是怎么能够一边经营 Tesla、 SpaceX、 X 和Doge， 一边又是世界顶尖的暗黑破坏神4玩家，绝对荒谬。然而媒体的质疑声依然不绝于耳，有媒体猜测马斯克可能花钱购买了优秀的装备，或者找专业玩家代练以提升账号实力，接着又根据暗黑破坏神4最近所出现的 bug 推测马斯克可能利用了当前游戏中的某些 bug 来速通副本，否则难以打破记录。这些媒体希望他在 bug 修复之后再度完成同样的壮举，以证明他是真的凭实力达成成就的。 Go yourself. Is that clear?
伊隆马斯克对于当前游戏产业中的觉醒文化和 DEI 要素向来毫不掩饰地表达批评，他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责这些趋势，认为他们扼杀了艺术，甚至直言在奇幻游戏中强行融入代名词等元素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强调这些内容让玩家难以沉浸于故事之中，反而觉得自己是在被说教。在美国大选期间，当他被问及到是否考虑创立游戏工作室来改善游戏产业的时候，马斯克表示出乐观的态度，提到将 AI 引入游戏开发能够带来创新，同时痛批觉醒文化和 DEI 的影响，认为这些价值观的强行植入不仅破坏了游戏体验，还让玩家无法专注于故事本身，而是被迫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他随后也在另一场活动中再度指责了觉醒文化和 DEI 对游戏造成的影响。 It's really annoying when video game gets interrupted by some DEI woke bullshit and I'm like, Jesus, I was playing a video game here. Can you just leave the video games alone? You don't want to do things that damage art. So it breaks you out of the story. 玩家们对此反应热烈，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伊隆可能不得不开始制作电子游戏了。没想到这个玩笑似乎成为了现实。不久前，马斯克就在 X 上专推了一名玩家的抱怨，该玩家批评游戏产业过于关注意识形态，忽视玩家真正的需求。马斯克则在回应中表示，现在有太多游戏公司被大型企业所掌控，并宣布他的 XAI 团队将成立游戏工作室，目标是通过 AI 技术让游戏再次伟大。此举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许多玩家表达支持，认为马斯克的行动代表了一股反对觉醒文化的力量，有人甚至建议他直接收购一些大型游戏公司，归还一个纯粹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游戏环境。不过媒体跟业界的反应则相对保留，甚至带有讽刺。一些评论认为 AI 驱动的游戏工作室是个未经验证的概念，且可能充满风险和争议，他们批评马斯克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并将其类比为他过去提出的外星殖民计划，认为这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承诺，而且他的方向似乎也变得偏了一些。毕竟他主打的是使用 AI 来开发， AI 开发游戏可能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创作者们对 AI 生成内容的态度往往复杂，涉及版权、创意和不稳定性等议题。如果未来游戏确实摆脱了觉醒文化和 DEI 的影响，但却因为 AI 的大量使用而引发更多的争议，这是否真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改变？马斯克的行为无疑是展现了他对玩家社群的支持，以及对现有游戏产业问题的关注。可是如何在去除意识形态干扰和推动技术进步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他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如果他成功落实承诺，或许能够为游戏产业带来一次全新的变革，但若处理不当，这项计划也可能成为争议的另一个源头。玩家们又是否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改变呢？不知道玩家们又对于伊隆马斯克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们是否支持他开始率领团队开发游戏呢？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而现在只需要一元加入我们的 Patreon， 每个月都会有游戏相关的 giveaway 哦。这里是玩家机密，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